刊就是冬季号，所以题目就是年终大礼要给粉丝的 fans love。第一个地点是日本，嗯，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心中最佳的约会路线。本次的菜鸟编辑的重大任务就是上下集的点阅率加起来要达到66666。当这个目标达成的时候，那会由各位挑选一本就是独立出版联盟的书籍，并搭配上一份你们亲自挑选的那个，一人回去办100个账号。下雨了吗？我刚来下雨了，下雨了。你都有准备啊？啊，你做？你只拿桌上书，那就说你有准备。我们现在真的很堪虑。哎呦！我还要再骂死。好，请坐。早安，早安。那今天大家桌上有看到一些准备，所以通常我们编辑在开会的时候，其实各自都会准备很多，就是一些范例啊，或者是一些 reference，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 idea。那很多 idea 其实都在脑中的，那大家一起讨论，其实就会激出一些新的火花。那我这次编辑我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又是演员，大家前阵子很流行撩妹嘛。我只要有一句台词可以对那个女生、那个女主角说的话，会是什么？我写了一点东西。是啊，你写一点什么东西？写了一个举例的，例如你们去乐高博物馆，我是说乐高组装好都还是可以拆开的，但是我跟你想必是一辈子别人都没办法拆开。哇，这种话。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认真讲，他是故意写在这个企划当中一种好玩的方式。每次去到任何地方，我就是一定要去海边。嗯，好，首先就是先搭车到那个连山站，从连山开始，一直往这边玩过去，排了一天的行程，这个商店圈大概快中午的时候才会开。我因为我去的时候太早了，我就很喜欢很早起，然后就搭首班车去。跟你约会要体力很好，好累啊，就是要走很多路，好累啊，就我怎么能徒步的感觉？可是，而且早上哎，早上一大早，也是海边的行程，但是它是千叶的海边。对，这个行程是这样子，租摩托车，各式交通工具。我就直接分享我当时的状态嘛，那个时候是大概晚上，我先骑到那个千叶县、千叶市。因为离这边实在太近，离我们的目的地太近了，于是我就干脆拼一个夜路。日本山路里面都没有灯，余光感觉旁边有东西在这样在闪，一直追着你。像鬼片哎，就是猴子这样倒在追。太猛了，是猴子，一直奇怪，就他跟。东京还有河口湖。哦，河口湖很棒。那附近代官山附近有一个星巴克，就是我觉得那个蛮酷的，它是那个绿色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好，那刚刚大家都已经分享完，就是各自的行程，我觉得很精彩。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就是大家实战的部分了。对，那刚刚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有分享说有七种人。杨木你那边嘴。今天是我担任菜鸟编辑的第一周，然后我已经收到大哥跟梦林的稿子了，加上我的稿子，我们现在这边有三篇稿子，然后我完全联络不上二哥，我现在有点担心。我可以体会编辑催不到稿子的时候那个焦虑感。然后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喂喂，听得到吗？抱歉，突然打电话给你，
然后请说怎么了？我想要问说，因为假如我的 reference 你们是觉得方向是对的话，我是要自己拍吗？还是我可以找我认识的摄影师来帮忙？能够自己拍是最省钱最好的方式啊。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也是可以考虑使用专业摄影师。那另外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是，我们有没有机会把我们这次的照片用在秋刀鱼的封面上面？封面就有一点困难呢、欸。不行吗？因为我们平常都不会把人物当作封面，封底的话可能会有机会，只是封底我们都有广告，所以就必须要找到合适的金主或者是干爹咯。OK， 所以我有那个想要推荐的干爹也是可以跟你说。可以。等我一下哦。怎么了？孟博他的稿子跟图现在都还没有交，而且我联络不上他。好，编辑加油。那我先开车了。如果要这样的话，我打给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你打给我干嘛，我会吃饭呢、欸。吃饭多忙。超忙！我跟你讲，现在时间是晚上八点，准备结束，我准备现在回家。等一下，所以你知道现在晚上八点我还没吃饭这件事有多严重吗？哦，拜托了。好了，谢啦，谢啦。我考虑一下，我想想看。三个现在这么晚，怎么容光焕发这么帅？来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果留言，请挂断。哎，好久不见！你愿意当我的摄影师吗？OK 啊，完了。OK， 你还没问我有多少预算？先问问，先了解一下。OK 啊。哎，那你有预计大概什么状态？明天。明天啊？明天也太……等下，明天是打算不行，明天打算不行。傅孟博他正在拍他的戏，然后他只有三天后有一个休假日。看一下，在那边工作，我不确定，应该，要悄悄看，应该有办法。但你有没有想过天气的问题？就是大后天的天气，我印象中不是太好。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要立刻。棒轮，怎么样？你聊得如何？忧心忡忡啊。虽然好消息是李总已经答应了，但是我们也因为讨论发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好，没有办法确定三天后是不是有好天气让我们拍出好的照片。哇，何博他最近拍戏很忙，那他也只有那个时段那个空档有空来，但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准时收工，有没有办法准时到现场。拜托拜托，希望这件事情都在接下来几天能顺利的被我解决。这边。没有，看一下我们梦玲为什么眉头深锁呢？对，嗯，父母在哪？他自己呢？他这几天都在拍啊。没有打算让我理解。真的吗？可能真的没有空档，没时间看手机。你告诉我明天可以吧？可以这样吧？可以啊，你要去堵他哦。对，快拍了。好，等一下发给你，等一下发给你。好。我没办法啊，你知道教我字吗？没空啊，教我啊。24小时，我觉得他应该没办法完成。你去帮我买杯咖啡好了。什么意思？可是我还没讨论可能地图的东西。好，等会换车。不是啊，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弄啊。我觉得可以类似这样子，他这个是用铁道啊，你就想一个可以用什么啊？因为我那个是开车啊。这个是这次的稿子，
终于要交了，终于要交了，终于要交了。大家呈上来的稿子我都有看，然后像是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这个是大哥的稿子，我觉得大哥的稿子是最没有问题的，我也没有动很多东西。这些文章你都有看过了吗？对嗯，但我觉得真的目前跟一般的旅游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耶，而且身为编辑，在很多的用字上面应该要再去把语句做得更精炼一点，因为你现在目前担任的角色是编辑嘛，所以我可以改动大家的字吗？可以的，你是可以改动，但是我觉得在目前四个定位上面好像没有做出差异性，四个人的特色也没有被凸显出来，所以如果把名字盖起来，我会不知道这篇是你写的，这不是很可惜吗？的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身为编辑要怎么样把这四个人的文章做一个串联，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嗯，总之我觉得现在目前的内容离真正的出版品质还有一段距离啊，我建议你们再好好讨论一下，或者是你再重写一段吧。嗯，好，好，再回去好好思考一下。谢谢编辑。时间不多了，要抓准时间喽。好，好，谢谢编辑。马上回去吧。恋爱的对象，邀请他参加你这次的约会行程。哦，好喜欢哦，我老派好喜欢哦。好，看食物的，想要去拿一块肉起来吃的。OK， 好，开右边，开右边。好，你这边走到海边，离开海边转身，但你回头再看一眼夕阳。好，现在来到了一座神社，在神社前面。求你今年的愿望，虽然说只剩10个月了。其实他真的很适合当任何景点的观光大使。冬季约会的礼物，就是希望说我们四个男生准备一个东西要送给自己心仪的对象。嗯，所以我还觉得那个东西抽离感的，可能这照片就没办法用在这样的物上。对，希望是。杨梦，你在干嘛？发呆。放开啊。那个，我的稿子今天被退了，我要讨论什么？就是编辑那边觉得我们的稿子现在看起来跟旅游书有点接近，因为我们就是照我们的跟旅游书有点接近，我们不是本来就要写。就比方说我们是景点，像我是景点式的介绍，然后你就是介绍这里好吃那里好吃这样。但编辑觉得这东西如果是要给粉丝的回馈的话，他想要多看到一点我们的东西。比方说，他就觉得如果把作者名字盖起来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是阳光影后出去。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稿子，然后重新再想一个方向。我们介绍景点 OK， 但是我们的东西在哪里？我们的个人特色在哪里？而且我们四个也要有区别，跟我们这整个要有一个方向。但是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快。最坏打算就是我帮他 P 上去，你帮好，那我们直接来。我们这里会 P 一个那个小的温泉桶，那反正他有那个范宝德的那个好温泉，我们坐在这里。这他不怕直接吃吗？我真的希望他赶快路上顺利。
的图吗？那刚刚你在讨论错，他图是魔性的图，这么受到大受欢迎。因为你就讲，你已经评断他就是魔性，魔性就是有这种这种威力。到了，不用吧？这个不用吧？太棒了！拍的，我就拍的。接，你穿几件了？那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拍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行，可以。上面是可以这样翻过来的，我们就是去成品每一本把它翻过来，每一本把它翻过来。今天拍摄顺利结束，感谢。今天虽然说中间有点毛毛雨啊，孟博赶来现场，但总之一切都很顺利的结束。然后我们的编辑部也很给力，在最后帮我们跟场地方多要了半小时，大功告成，期待成品。在山谷之间嘛，然后你说停车场还是晴天，但进去入口之后就开始下雪，所以你的那个停车场不在那个山谷里面，停车场在山谷的入口。哦，下面有个方场空，这个交车是吧？那我如果要让人消失的话，嗯，让人消失，这点真的很棒。可是这么危险的话，仍然是你推荐的景点吗？是啊，没有到很危险啊，但就是你知道，最美的风景就要教育。哎，汉哥，不好意思，纠正纠正。因为接下来我们下礼拜就要送印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先赶快确认一下纸张的挑选，看每张纸它上面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印的照片印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下面都是一些磅数。然后我的想法是，我想要轻一点，要轻薄一点，但我也希望它比较容易保存，粉丝收藏的话，可能挑选厚磅数一点可能比较好。这个好像是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哦，因为它有点透明的感觉。对，因为它这个纸张可以看一下后面。现在要回拍片现场。谢谢大家了，辛苦了，谢谢美编，谢谢主编，接下来就是映幕的事了。对啊，你现在感觉像我们三个杀青，然后你是剪接师。对，加油！后期都要这边，对，不干我们的事，才要开始忙了。来，梦里喝，来喝一下。这不是要用的照片吗？就是你刚才坐在哪？颜色是我们想象中的吗？硬物大大。对。
衣物看出来了，头发吃掉了，还有办法再调的，再对比度再拉拉。宝宝都在搞，但这个不一定要从图上面的，没有，我觉得这个图打的关系。我觉得不同职业的职人一直都是有点神秘的存在，在我们自己真的去尝试之前，我们不会知道原来有这么多想象不到的细节。在制作《秋刀鱼别册》之后，今年的工作也正式告一个段落了。回顾这一年的生活，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跟他们三个人一起工作，一起挑战了很多我没有尝试过或我已经遗忘很久的事情。这样的氛围我觉得真的很棒，而且很多事情像潜水重机什么的，尽管未来有可能我会接触到，但是这次 AT 都把它提前，而且还有伙伴们一起前进，也因为这样子我更熟悉大家。或许一个人有可能啊，但有了他们一起参与，事情就会变得更有趣，然后这些有趣的经验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而且像孟博说的，看了录下来的这些影片啊、实境啊，才发现哇，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经过了各种不一样的体验，还有各种不同的挑战，过程中我更认识了伙伴一点，也更了解了自己一些。我们为了每个角色不断的去挖掘、挑战、丰富自己，所以这七个月的旅程对我来说充满了很多珍贵的收获。但其实这些内容真的都很辛苦，做企划的各位他们真的很厉害，谢谢各位就是参与的大家，也很谢谢各位粉丝的一路支持。所以这次可以分享一个约会的行程给所有帮助和默默支持我们的人，我们来约会吧，期待下次见面咯。谢谢一路下来喜欢我们的你，支持我们的你，谢谢七星娱乐，谢谢粉丝的一路相伴，是大家的期待跟回馈支撑着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谢谢大家。那未来也会努力再带给大家更多的作品，这季结束了，大家可以再从头去看看这一路上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希望你们看得开心，谢谢大家。